稅務局在5月15、16和29號下午1點至5點設立流動諮詢中心，市民可以帶埋報稅表和有關資料向當值的職員查詢。另外，稅務局會由現在至31號延長接聽電話服務的時間至晚上7點。詳情請留意夾附在報稅表的單張、稅局網頁、海報、報章廣告或致電25945123查詢。